我爸爸是以前要考到考国中的啊，考初中的啊，所以我爸爸哈，穿鞋子第一次上台领奖的时候，啊，第一次才穿鞋，哦，今天穿这个，哦，有没有好啊？对不对？啊，谢谢我的爸爸。后来当校长、哦、所以如果有好的教育，我的阿公是禅灯、哦、就是佃农，那经过我的爸爸是老师，今天我当医师站在这里跟大家、哦、说三道四、哦哦、其实就是台湾这50年、60年来的社会变化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很感恩，今天坐在这个四雄感恩厅，好、哦，来把自己变成绩优股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哦，要赚那个比钱还重要的就是你的绩优 ，muscle， 哦，我爱嘞，你讲那个胰脏啊，哦，那边秀着啊，台北医学院的学弟，你也上来讲啊，这个也是我的徒弟啊，哦，来来来，上来啦，啊，来马手，哎、欸，我看那个手臂有露出来的，我看哇，你也是马手，来，啊，露臂的，来来，过来啦，过来啦，哦，有小鲜肉，也有小仙女一下嘛，哦，来，过来过来，我看到没有？哎、欸，是有人在脱衣服的，也可以上来了。啊，对不，对不，啊，哎、欸，你没兴趣？哦，然后哦，再来哦，啊，手啊，肌肉骨啊，啊，你今天跟红灯，哦，要跟谁来改过来接啊？哦，来，大家要来做一做这个肌肉骨，天天上涨，小孩子看有一点，来，大家一起看哦 ，V1 哈、哦，我们现在上 V1 的第一点第一。小孩子开合跳长高高来，立马小孩子来，我以前也，你看国小几年级？二升三年级，三年级。哎呀，所以这个真的是传说中的小三啊，小三啊，哎呀，真的是传说中啊，来，举手啊，大家要来这个，我们 walk you 那个。我们要不要放一下我们的 walking 啊、嗯？让大家知道一下啊！哦，小孩子，看一下，待会一看就会做哦。而且呢，你的手机可以帮你看有没有做到位，这样吧。哦，等其中五折，这折 BB 也那不算哦。手机要能够“叮”一声啊、哦、，waiting for a signal。来，你走。第一个先站好，哦，这个两眼平视正前方，哦，收下巴，哦，双手贴起腹部，两脚合并，少了两肩持平啊，啊，两肩持平，好，立正，吸饱气，好，哦，这个叫一的动作，哦，哦，有的时候哈，哦，电脑就是这样的 shuttle shuttle。哦，所以 AI 哈，哦，还是不如 AI， 这样好不好？啊，哦，因为机器是不能够相信，好不好？你要相信你自己哈，哦，就是最好的机器，这样好不好？有时候哈，哦，电脑就是这样子 ，connected， waiting for signal。哎呦，这什么的？哦，你看哦，哦，来开合跳，来大家开始了一下，小朋友讲到开合跳，来快点来。一二一，好，进来。好，你不方便，不方便，然后他其实不方便，他其实不方便，你再站起来。好，好。哦，各位，一二，大家站起来一下吧。啊，虽然没有办法动的手都很好，啊，动动脚。如果可以跳的话，就小跳小跳。小跳小跳。小跳小跳。动动。哦，跳跳。跳跳跳的地方啊，哎呦，啊，五张，哎，哦哦，哦。
小三真的跳最好，来，对，张亮。今天哦，小三的来。哦。好，来，请坐。来，请坐。好，来，先，先搞定，先坐在这里。这个、哦，你在做的时候，它会掉一声，掉一声，它侦测到的时候，它就说你做了几次。好，来，这个哈、哦、叫做正回馈，正回馈非常的重要。就是说，我的女儿哈、哦，现在两岁多。他好爬一个东西过去以后，他自己会讲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我叫掌声鼓励鼓励。我跟你讲哦，肌肉骨最重要不是肌肉骨，肌肉骨最重要是有没有得到鼓励，这样了解吗？那、啊、你肌肉骨没有分到鼓励，你干嘛？哦，所以你重点就是鼓励他。哦，澳门人很奇妙。你只要有正回馈，他就会想要，这样了解吗？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吗？啊，因为上次哈、哦、实在是太舒服了，所以这次想要再一次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你只要鼓励，大家来鼓励。哦，那怎么有机会再做一次？我们鼓励就是让他再做一次，好。来，下一个。现在的那个摸瓜呀，那蔡司就。另外剪可能蔡司要示范一下。内外剪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可是，等下剪谁招哈？所以学弟来，学弟来。啊，不是，这怎么要等你啊？一定要等你啊！哇，我要再给蔡司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啊，这好，今天收钱红大钱哈，等你来我变啊！啊，来内外剪哈、哦，是这个叫内。哦，一个外，嗯，哦，这个叫做前，哦，一个是，但是这有点高级哈、哦。如果你在家要做的时候，哦，手不是很稳的话，要扶一下桌子，哦。然后呢，要是没有桌子可以扶，要在那个角落的地方，哦。我们这里温度最高的地方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在那个角落，因为那个角落是90度，啊、嗯，啊，就有点冷笑话，哦，这两边要可以靠，哦，好，内外前，哦，先右脚，哦，来左脚，内外前，哦，外，啊，左手用左脚，右手用右脚，哦，内外前，好来。好，我们也站起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站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好。如果方便的话，站起来试试看。来，这个我发明的哦。哇，内外，那这样让它变记嘛。哦，那就要变记，要嘴活啊。哦，那你要内外钱，好不好？内边的钱也要赚，外边的钱也要赚，这样好吗？内外都有钱，好不好？哦，左手左脚，右手右脚，右手右脚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内外。前对哦，内外前好了，那开始了。来，这个哈、哦、是我们 A P P 里面最容易赚钱的。哦、啊，你要、哦、看我的东西哈、哦，要去做。啊，你自己在 WQ 里面哈、哦，它会累积那个点数。嗯，哦 ，WQ 哈、哦、还可以办运动会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哦，大家一起来参加。哎，大家一起参加，这里。这些公司都有运动会嘛、哦？他们那时候是线上运动会，这个没得感觉。这个是哈、哦、，WQ 公司哈、哦，员工编号第二号的人物。好、哦，要不要介绍一下 WQ？ 好、嗯哦、，WQ 就是今天那个主持人接介绍嘛，我们就是 Workout 就是运动，然后 Q 就是里面可以养很多小精灵，所以你如果在上面运动，你就可以养你的小精灵。然后，如果你有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单位想要办线上运动会，也可以用我们的 WQ 就可以办线上运动会这样子。好、哦，运动会那底很牛啦，哦，线上的才越贴呢，就是越有动手的哦。所以也感谢这个疫情哦，让他们这个团队能够哦，让这门团队能够这样做出来。那、啊、工程师可以吗？
啊，你外口我好几百人看一下，那没有喜欢的，把他抓回去当女婿啊！啊，你过来这里行销一下啊，这要让他们娶到美娇娘出了命，知道吗？哦，不然我儿子怎么有同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是不是？哦、来，请坐。好，来第三个，第三个动作，你来看哦，这是手部的动作，我设计。哦，的动作我设计过，哦，上中下都有，这是手记的，这是 A， 哦 A， T， 哦，手心是向前 ，A 手心是向后 ，T， 两个人 ，M， 来 M， 哦，嗯 ，A T M 大家知道 ，T， 然后过来 M 出不出来啊 ？M 出不出来？对，再一次再示范一次 ，M 这个葡萄卡这爱心，爱心，哇。拍照的标准动作哈，但是我们拍大合照就对了。M 好不好 ？D M A D M 好，麦当劳 M 好不好 ？M 两个 arch 好，那这样哈 ，A D M 来干啥？等一下，奥特曼嘛，奥特曼。A D M 嘛，在啊，好，那你，好，提款机叫 A D M 啊，好，对啊，像 A D M 哈 ，A D M 待会儿大家有卡片哈。那就把插进去 ATM 就可以提款，这样好吗？哦，那你哦，身段支付不要紧，啊，身体健康哦。A 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。M 来，请站起来。站着坐着都可以坐，是坐着坐就好了。来，坐着坐。手指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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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我下巴 A 对。哦，阿林哦，然后 A 哦，啊 T 要伸直以后再 T， 伸直之后呢 ？T 哦，抓耳朵。哎，唇比较小，哇，对，可能要站起来，抬背，抬背，站起来啊，站起来比较容易，哦，容易稍微转一下，不然你坐在椅子上容易碰到其他人。对，啊，踢踢，哎，抬背，抬背，尽量这个感觉一下，你的双臂是张开，张到最大。啊，注意哦，手心是向前，踢的时候手心要向前。A 的时候手机向后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肘关节叫做快准曲轴 ATM， 这个动作的重点呢，今晚好就是你要动作快准，要捏到你的下巴、耳朵、头顶，那利用这个动作呢来锻炼你的精准度。让你的手啊，这个不用录哈，课程里面都有啊。手往前向前放在大腿这，摸自己的下巴的时候呢，手心要向后，这就是 A。第二个是 T， 摸自己的耳朵，手心向前，这是英文字母 T 的动作。第三个呢？摸自己的头顶，手心向下，就是 M 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重新快速再一次，快速的动作 A， T， M， A， T， M。啊，速度要跟上啊 ！A， T， M。好，做得越快越精准。你的大脑的活动能力跟手脚的配合能力就越好，这就是要让自己变成 ATM 的秘诀。好，我们自己操作三遍之后可以坐下来吧。来 A T M， 大家好，接下来要介绍的 T 肘关节的动作。最后一次来 A T M。哎，把它撑住 ，M， 然后来把它撑住，然后左右看一下有没有很可爱，有可爱的你就可以坐下来，请坐，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英文字母 T 的动作。第三个呢，摸自己的头顶。哦 ，OK， 我们再给蔡医师掌声鼓励。哦，不行，没有，我们也不要再比较不行。好，大家可以下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有礼物。好，来。好，那我来给我坐下。对对对，这么好啊！我这四十三个哦，可以说是绞尽脑汁的哦。
用很多哈、哦、台湾的俚语啊，台湾的什么东西哈、哦、来给大家，哦，那我想哈、哦，这 ATM 一定是最受欢迎的，好不好？你最简单的哈、哦，那手肘最主要是这个高的动作，我们的手哈、哦、在下面已经太多了，没有做上面的动作，哦，所以哈、哦、常常要做的就是你平常少做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而且我们很少把手伸直又回来，伸直又回来，很少做这个动作。你这个动作做得好哈，比较不容易跌倒。为什么？抓得住啊！小孩子要过马路，你抓得住啊？还有什么？蚊子打得到，好吧？哦，好不？老妈那假老人泡棒泡也对嘛？哦，真的比啊！那其他棒也对吼，你就干嘛？啊，就假了。哦，所以大家 ATM 哦去领钱以外，一定要这样，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比 ATM 还重要啊、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要来做我们的独腿勇士无菜必煮阿妈来，啊、哦，哎，这个老弟，啊，你要这个，咱无法落起来，咱要蹲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我咧上台啦，好，来来来来，那就是啊。金人杀，哦，来 ，OK， 来，哦，来，这吼、哦，该杀轮力的，这是人竞赛冠军，哈、哦，来，来，来，快点轰嘞，快点轰嘞，来，好，哎，这个我也可以称呼阿嬷了哈，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不要紧，咱，讲台语吼，讲台语会噻，会噻吼，咱住哪位？住哪位？对哪来？对哪来？住高阳，住高阳，住高阳啊！好，阿嬷卡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卡是车祸，车祸哦，哦，车祸，然后去年搁在办到这个病，搁来，予我这个囝婿，我厝里无啥物人啦，我老公无遐啦，嗯，啊，一个媳妇，我喊我大，喊我婶走出去，啊，一个后生，啊，生两个孙，一个伫伫桃园伫赛结婚嘞。哎，就是你猜对了。啊，我那个高铁的车票。哦。啊，像我这家子嘛，我这个家子，我这个卡数袂行，这个比例买不起，加卡会吃。啊，这个大腿宽到都比例，啊，比例拢袂行，这个家子啊，我昨天拿出来，只七七档啊。七七档啊。哦，台北住一年啊，哦，到从高雄到台北来住一年的。我这以后给家产拿出来，再来住一档啊。首先我要感谢啊那个蔡医师啊，那么细心的照顾我岳母哦，因为我岳母因为他是幼小哦，在十年前车祸哈，然后截肢，然后很不幸就是说在一年前哦，因为在家里哦，哦就是行动的时候又不小心哦又跌倒，所以那时候跌倒之后，我们家属讨论的时候就是说不让他开刀嘛，所以说才让我们哦，等于是说带他到台北来找蔡医师，让蔡医师治疗。那蔡医师也是很细心的照顾、哦、我的岳母、哦、我首先我们感谢蔡医师。那经过蔡医师这样的服务、哦、医疗有没有开始慢慢好转、哦、有，因为你现在看我岳母，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岳母、哦、也很坚强、哦、我也很佩服他、哦、因为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吃药、哦啊、也没有打止痛针，哦，一般的老人家如果说跌倒的话，一定都是长期卧倒在床，
但是我很感谢蔡医师啊，每次我带他回诊的时候，蔡医师都很细心的，而且很鼓励老人家哦，给他力量，所以说让我岳母今天还有今天可以在这边哈，哦，跟大家见面，谢谢大家。所以蔡医师在诊间跟阿嬷讲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跟我那个刚刚的速度哈，屁股赶快，刚刚有没？你风太大哦，屁股。我跟你讲哈，这阿妈来我家哈，伊叫阿叔的嘛哈，阿叔哈。阿叔。有没有听不懂台语？我们台语哈，满很多，竹也很多，哈，满比竹还多，阿万哪就多。阿舅啊，恭喜的阿舅，哦，那大家觉得蛮比较重要还是主比较重要？来，举手一下。啊，没有了，举手一下，来，举手。举着啊，我们这个不奖品哈，全部来投票来，快点。觉得蛮比较重要举手。蛮比较重要举右手。哦，好，觉得主比较重要举手。举左手。好像大家都知道。因为我是骨科嘛，所以骨科没有满，只有十哦。啊，这个主哦，这支做好写，所以我也建议我叫你爱写一支，对吧？写一支足哦。啊，你这世人这支足一定要写个足足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啊，甲你的建议是啥？我嘛足足好个，足足足，安尼好不好？我讲个足好，足好哦，足。是人生追求的上界重要的，叫做有子万事足。人不是爱怨，只要有永远会怨。一直去，一直去，去去去去，那他就不是只要有啊，不爱去去去。好、哦，所以人若追求怨，永远会怨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好、哦，所以人爱追求的不是怨。人爱追求的是圆满，这个圆满上个点啊，就是知足，这个足，知足，哦，知足，这个足。所以你吼、哦，从细汉就足啦，哦，对啦，人叫你足啦，哦，他从细汉就装满足啦。啊哈哈哈！哦，谢谢老师，哦，要叫我一起足，谢谢老师，叫你吃饭米，哦，那么吼，咱后日吃饭米时，那个来吃个饭一点嘛，然后。好，谢谢。胸部啊，胸部啊。